斑莫故里创新之都。2022年，三维搭乘全市工业强势、产业兴势战略快车，与中材国际强强联合，落地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，占地220亩，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，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，利税1.8亿元，目前已投产试运营。项目对标灯塔工厂，采用自主研发的装配式建造技术，与海尔卡奥斯联合开发 NICE 系统，新上智能生产线、机器人工作岛、大数据控制中心，实现自动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。项目专注于金属制品深加工的集成服务，应用各类研发创新成果近百项，产品应用于海洋工程、矿山机械等多个行业领域，畅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公司入选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样本企业名单。扬帆起航，绘梦未来，三维将乘着党的20大浩荡东风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、新优势，加速向国际化绿色智能制造集成服务商迈进。